君达集团旗下央苑美地度假酒店和东华大学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了艺术文创和观光、有机无毒农业推广还有检验等七大项目。君达企业也希望加入了东华大学东部人工智慧及智慧物联网的产学技术联盟，共同来开发或者是推动相关的应用与服务。1月9号，君达集团与东华大学签订 NOU， 双方合作项目包括艺术文创与观光、有机无毒农业推广与检验、智慧农场、智慧观光、社区发展以及学生实验实习以及人才培育等等。君达益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君达休闲农场、央苑美地度假酒店将加入东华大学至东部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产学技术联盟，共同开发或是推广相关的应用以及服务。今天合作面向总共有七项，一是艺术文创与观光，二有机无毒农业推广与检验，三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产学技术联盟，第四智慧农场与智慧观光，第五太阳能与光电检测，第六社区发展，第七学生实习与人才培育。首先在艺术文创与观光部分，我们未来可以合作的是君达未来会协助安排东华大学学生作品的一个创作，那由饭店这边提供公共空间的展览来让学生呢能可以传达创作上的美好。第二个，君达会与东华大学合办艺术人文活动，比如说刚刚董事长提到创意书法角落艺术节跟我们的艺术讲座等等，还有香草艺术之旅，把我们的香草结合我们的陶艺、石雕还有我们的音乐。第三，未来东华大学的导生活动都可以安排教授跟学生可以来到我们饭店体验我们的相关的园区导览。我想这是生活美学、艺术美学跟环境美学的结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的音乐系的师生他古典音乐或爵士的表演他流动乐谱呢是丰富了央苑美地的艺文空间的一个动态。我们的艺术创意产业学系也可以为我们的央田良品还有我们花莲在地小农的商品来做包装上设计，来提升我们的文创层次。在我们的艺术跟设计学系部分，它的陶艺创作呢可以用在央苑美地特色餐饮的专属餐具，也可以增加餐食的美味风采。当然园区的一些装置艺术品我们都可以采用学生的作品以友善大地的主题来进行规划，也符合了君达企业的整体意向。君达集团与东华大学合作，是美商加美企业朝 SDGs 永续发展目标前进，大学并且落实大学社会责任 ，User 共创回蓝共好，花莲优质人才。记者蒋宁，简小岛。